下一个节目是由美国华裔女高音歌唱家陈琳女士带来的女高音独唱《今夜无人入眠》。《今夜无人入眠》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贾科莫·普契尼根据童话剧改编的歌剧《图兰朵》中最著名的一段咏叹调。剧情背景是达达王子卡拉夫要求公主图兰朵猜猜他的身份。Miss Chen Lin will bring her solo, Nessun Dorma from Toronto. Let's welcome her.